啊，他们肯定在德国的。我们跑，我们跑弄三个了，人家哦都不会关掉，像通街这样走起来，都不会这样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呱呱，现在我在澄海的东里南湖生活区，然后在网上搜到的攻略，这里有一家橄榄汤，有乌漆抹黑的汤，还有很好吃的面，那今天就让我们去试一下吧。最先开始呢，就是一个龙井白店嘛，嗯，弄了个做。做一做呢，就咱店口面两条至少做铺，一个都蛮多铺。嗯，南州唔同呢，就各个几个，就各三个公司的工，就做做做工的时候，各种有来干。那我来谈呢，就咱叫做厂工嘛。嗯。外口卖车位啊，就做店个，还有包装工遐车。嗯。再来什么江水的叔叔来农村店哦，顾客都买不起啊。嗯，再走来，再来就这样。橄榄藤为什么老老乌乌啊？这个橄榄藤原来是在工作大前头，最后搞嘛，那个橄榄藤搞橄榄菜的。这个橄榄藤跟人家的酿酒啊，是咱招牌那种地方的吃。这个橄榄藤呢，它传统嘛，招财。嗯。你看咱以前在酒楼做嘛，做工程，在以前乡村啊，这些个橄榄呢是做酱的，放呢是以橄榄丁来冻结。嗯。啊。这而且大家可以看到，它真的是炖了很久。你这样，我现在是咬了一口，这样轻轻一摁，后干，就是橄榄这种水果，原来它的口味就很干的。我们潮汕地区有拿它去跟猪肺一起煮，可以润肺，煮的时间很长，所以你一进口，整个口腔全部都是橄榄那种干香。它这个汤里头是有加了一些瘦肉。猪肺切得很薄很薄，我们平常看到的猪肺呢都是厚厚的一个，但是它这里切得很薄，好嫩啊，一片片细细的一片这样进入你的口腔。这里放了一个黄色的东东，原来是辣椒酱，就是自家自己做的，听说超辣，那我再来试一点，点点一点点就好啊。但是过胖，哇嘞，这个好香！哇，一开始进去还没有感觉，后来直接到喉咙开始辣，辣完之后口腔回来又开始辣。它这个辣呢，是有一点点酸的感觉。他们家呢，其实是汤是主品，主菜品，然后这个面或者饺子都是来衬托这个汤的。那我们。刚才的面是一大份，然后太多了，我就分成这两碗。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分量真的是超级无敌的足的。这个面是比较细的，然后里头有加了一个豆芽，还有高丽卷心菜。嗯，好香！这是加芝麻酱哈？不是，我们是在椒上上的，盖上生姜。这个好好夹的，这应该。在味道呢，还可以非常，反正是酒啊，都是还可以，都熟了。嗯，爱汤。啊，汤的东西啊，吃那个咸清。你煮出菜啊，你加营养好啊，还是啊？是。没有，我们不能熬豆丝呀，是怎哩？嗯，就那都那个青蛙煮食。嗯。哎，红酱啊，跟这个橄榄煮掉，跟那个是好食，就是保留了。哦。红酱啊，过掉啦，记住手嘛，将我洗那那那橄榄青蛙这味道来的，就香。起码咱家己咧有料啊，所以就从我从我想起，所以到今日来个咧好贵，袂歹嘿。你安尼是几点开？几点？放正每早呢，就八点到十个外，七点。七点哦。两叔刚出时阵，十几个钟头，反正就不该等啊。真的是太惊讶了，这么一份面，还有这么一份汤，里面还加了猪肉、猪肺，只要8块钱。在现如今，8块钱能吃到这样的东西，真的很少很少。现在跟老板交谈中呢，我发现老板是一个很热爱美食的人，在店里的所有菜品都是他自己研发的，而且都是要经过不停的调试，不停的调试。原来就想来试一下他们家的汤，没想到被他们家的面所吸引了，而且他们家辣椒也不错，酱也好，值得来试一下。
那好啦，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我要把这个干讲给干完，拜拜。